各位，现在早上七点哦，要出发了，现在要去拍戏。这里一袋、两袋、三袋，这次特别的紧张。昨天晚上只睡三小时，已经拍到快20支 MV 了，还是那么紧张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这一次从五月天的舞者，他们从香港飞机坐回来，这里有很多他们的衣服。这次是第一次有排舞的 MV， 对，希望顺利。我准备了，连桌子上的一个小东西都是要我自己准备。人物、道具、头发、衣服、裤子，所有演员十几个人都是我一个人准备，所以项链只要一个环节错了，可能整部戏就毁了，所以就特别紧张。OK， 然后这抵达摄影棚了，现在已经这次差不多十几个人吧，就是它有时间限制啦，所以很麻烦，时间超过就要再加钱还是什么的。大家不买，我想证明我是杀价高手，花钱就是大爷，大家都要向我低头，做作这警察拿我没辙。 OK OK， 我就是来乱的人。 OK OK， 买二十块的东西我就是领老爸。